承诺千言万语，好辛苦爱你有缘无分，不怨我也不怪你，只因为你我太年轻。人生本是一架天平，成天成地难测人心。别怪我不辞而别，背影已凝固了视线，无结局还是山盟，真相爱让我热情耗尽。不怨你也不怪我，只因为你我太认真，情到深处却又无奈，激情过后才是平静。欲望它是黑还是白，欲望它是好还是坏，轰轰烈烈爱恨无悔，平平淡淡也有一番真情。欲望它是黑还是白，欲望它是好还是坏，朦朦胧胧陶醉痛苦，潇潇洒洒期待浪漫世界。合同本身没什么问题，只是我们拿回去给老总看一下。主要是股份分配，你提出各占三分之一，可是我们老板希望控股最好是51%，毕竟由我们提供资金嘛。我不反对，只要临安集团同意就行。那怎么行呢？韩燕，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，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资金，而是竞标所需要的软件，谁拿到软件了谁就控股。但现在软件已经不是问题了。好了好了，二位别争了，既然是三家联合竞标，我提个折中的方案，你们两家各拿30%，我占10%，其余30%的归属等竞标成功了以后再定，谁的软件被采用了那就是谁的。那就不是你的了吗？那不一定，你们两家都有软件开发的能力啊。但谁也比不了你啊。谢谢，我承认我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，哎，所以我要占10%。如果你们愿意以资金作为交换的话，我可以把现有的全部资料都交出来。这里面是所有的软件和文字资料，内容全是一样的。
这是我到今天为止所开发的全部成果。全部？对，这样咱们就站在同一起跑线上，冠军的归属就全靠运气了。我们怎么知道你给的是不是？那就要看你们是否对我信任了。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，拿回去给你们专家鉴定一下，看看是否值10%。值就做，不值就算了。安达，我对你个人是完全信任的，我也会尽力说服我的老板。我也是，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？啊，德华，我可不可以跟你单独谈谈？可以，只要安达不反对。我当然不反对了，你们两个总不会联起手来对付我吧？今天的事我必须向你解释一下，这是安达安排的，也是他硬拉着我来的，我本人并不想。不，我不想勉强你，如果你不愿意你可以退出，或者我们让丽华电子换个代表，或者我们把丽华电子换掉。王小姐，你的意思呢？你真的变了，变得像个陌生人。对对对，一张白纸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。让我们从头开始吧。他给的资料咱们都鉴定过了吗？没问题，总体框架都有了，剩下的工作我们自己的程序员就可以搞定了。你确定吗？吴德华再棒也只是一个人，我们公司有十几个程序员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抢时间。不，我们有的丽华电子也都有，现在得尽快把吴德华给拉过来，私底下跟他谈个协议，这样子我们只要出一半的资金就可以掌控70%的股份。好，我马上约他。注意这件事情要绝绝对对的保密，不能让丽华电子的任何人知道。你放心，我对海燕一个字都不会提的。哟，回来了。啊，跟你那个铁哥们谈的怎么样？跟你预料的一模一样。你那怎么样？我的规格比你高，老板亲自出马。这么多年来呀，我继母从来没这么热情过，一直拉着我的手，搞得我直起鸡皮疙瘩。啊，这下行了。两个公司设计员加起来20多个，再加上一流的设备，一个星期之内大功告成。哎，对了，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，你为什么把资料交出来？万一他们真的搞成了？他们肯定会搞成的。我一个人的力量怎么着也来不及，但是三个版本里，我的最好。嗯，你比过去自信多了，不过我喜欢。对了，有件事儿我也想不通，你怎么知道会有私下协议呢？这件事儿很冒险，如果他们都不来找我，各搞各的，咱们可就完了。我虽然没经过商，可是我见过太多的商人，也经常听他们谈生意。甭听他们吹得多热闹，说来说去只有一个字，贪。嗯，有道理。哎，你不是唱歌的吗？怎么认识那么多商人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我后妈不就是商人吗？哎，对了，还有件事我也不太明白，就算一切按照咱们想象的进行，拿了40%的股份，可是人家两家联起手来，人家还是可以控股的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有了这两份协议，他们只能是冤家，绝对不会联手。我只是没想到安达和海燕也会想过欺骗。这不奇怪，骗人最难的就是第一次，以后就容易了。你现在不是也学会骗人了吗？不，我只是利用了他们的欺骗和贪婪，我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假话。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欺骗。
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也欺骗了你，你会不会恨我呀？当然不会。真的？为什么？我想不出你能骗我什么。那可说不准，你对我根本就不了解，凭什么相信我？我也觉得奇怪，最近我就特别容易相信陌生人。怎么？除了我还有别人？对，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，他和你一样，也是我的老师。别管他，让他自己走自己看，也许能想起点什么。啊，对了，平时他最爱躺在这沙发上看电视。这是谁的房间？是天天的。快快把门打开。怎么样了？啊，还在天天房间里呢。是他自己走进来的，这可是了不起的突破。是啊，他每天在天天睡觉的时候都给他念书的。万事开头难，只要走出这一步就好办了。从现在起，只要他愿意，就让他留在这个房间里，最好能等到天天睡觉的时候，让天天求他念书。哎，好，我这就派人去把天天接回来。天天，来来来，爸爸跟曹大夫有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一下。让他们俩单独在一起。一切都要跟原来一样。我就是担心这个孩子，从小就宠坏，从来不知道替别人着想。没那么严重吧？刚刚七岁的孩子，帮助的又是他的妈妈。现在的孩子跟从前不一样了。孩子怎么回事？跟你说了多少次，叫你一进屋子就把衣服脱了，钻到被窝里去假装睡着了？几点就让人家睡觉啊，真烦！哎，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你来，天天，奶奶跟你说，你呀表现得越好，你妈妈康复的希望就越大。你是不是也希望妈妈跟从前一样疼你、爱你，对不对啊？
刚才是个很好的机会，可惜错过了。他冲天天笑的时候，要是天天能扑过去叫声妈妈，也许会出现奇迹。这不能全部怪儿子。原来天天跟他母亲的关系很好。安慧离家出走以后，天天一到晚上就哭着喊着叫妈妈。结果我就说了安慧几句坏话，这也是报应。不能再拖了，我建议这几天把孩子留在家里，给他们多创造一些机会。小王，回家啊！你今天早点下班吧，啊！小王，无事。是你。安慧的现在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早晚让他儿子给气死。出什么事了？你自己去看吧。天天，乖，把衣服脱了，躺在床上去啊！忘了你爸爸是怎么跟你说的？快快快！哟，我炉子上还烧着东西呢。哎，对了，天天，有事喊我啊。都在劝自己把你忘掉。
最后几天我真以为我做到了，可是一回到家我就心慌得厉害，不看你一眼我就什么都干不下去。你是谁？你会说话了？你真的能干什么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这是你的家呀！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我知道这是我的家，可我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怎么回来的？想不起来了呢，别碰我！你还能认识我吗？大庆，我觉得你今天好奇怪哦，怎么老问我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？你得了一场很重的病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我昨天在餐馆打扫卫生，我觉得好累好累啊，后来就想不起来了。我现在觉得头好痛。哦，对了，是不是昨天我又晕倒了，又是你把我送回来的？这件事儿一句话很能说清楚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知道你在执行我丈夫的任务，全天监视我。好了，现在我已经没有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怎么，在卧室也要监视我？对不起。他真的醒过来了吗？我也是听说，一直没有看着他人。怎么回事嘛？啊，他一个人在洗澡呢，我没敢惊动他。医生还没检查过，你让他一个人洗澡？简直胡闹吧！通知曹大夫没有？啊，已经打过电话了，马上就到。真是胡闹！护士都到哪儿去了？啊，一个下班了，一个还没到呢。通知医院，叫他们立刻换人。好好好。安慧，是我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。他能说话了。安慧啊，你能开开门吗？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再说吧。不是你开开门吧，我。你病刚好，不要洗的时间太久了啊。哟，好像曹大夫到了。好，你留着守着，他一出来就叫我啊。哎，好好好。曹大夫，您先坐一下啊。曹大夫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刚从外地回来，本来想来看看他的病，正好他醒过来。哦，他醒的时候你在场？对，当时他在甜甜的房间，我进去的时候，他躺在地下晕过去了，好像是摔倒的。躺在地上晕过去了啊？那天天呢？我进来的时候见过他，后来再没看见。天天，小声点，别吓着孩子。哟，这不是天天吗？哎呀，天天来来来，
过来过来过来，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你妈妈是怎么摔着的？我不知道。我不是叫你好好在妈妈房里陪着她吗？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说啊你，她怎么摔的？来，我跟她说。天天，告诉奶奶，是妈妈自己摔倒的，还是你不小心碰倒的？不是我摔的，真的不是我碰的。行行行。您出来了，我去叫大兄弟。不必了，等我换了衣服，我就去客厅见他。好好好啊，您慢慢换，我让他等着您啊。经过就是这样，后来我就让徐嫂给你们打电话。如果真是摔倒了，可能是头部受到震荡，记忆力突然恢复。那太好了。至于恢复的程度，现在还很难说，应该尽快送她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。好，我马上安排车子。这么半天了也该出来了，徐嫂，你再去看看去。徐嫂，怎么有什么不对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感觉他跟以前不大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？我也说不太清楚，反正他一看我，我心里就发慌，就害怕。哎，那是你自己太多心了。你平常对他不好，自己心虚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有件事我没说。什么事？他好像把自杀以后的事儿全忘了。那怎么可能呢？曹大夫，有这个可能吗？有这种可能。哎呀，这是做梦也没想到，才几个小时没见，整个人都变样了。你好，还认识我吗？你不是顾伯母吗？好久不见了。你好。你啊，天天呢？她病得怎么样了？什么病啊？哎，她昨天不是还在医院吗？没有啊，这两天一直在家里呀。徐嫂这两天累坏了，天天病早好了，已经从医院把她接回来了，现在正在房里玩，一会儿陪你去看她啊。不必了，我自己去。顾伯母，您坐吧，我失陪了。徐嫂，你陪他去吧。怎么，我不能单独见我的儿子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去吧去，不会有人打扰你的啊。看来他真的是把那段全都忘了。刚才说孩子生病是怎么回事？啊，他自杀那天。天天生病住院，我刚才跟他说过几句话，他以为自己只是睡了一夜。也就是说，记忆力虽然恢复了，却只停留在自杀的那天。有这个可能吗？完全可能。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病例，当患者受到强烈的刺激，想忘掉这件事情，潜意识会进行自我保护，把整件事封闭起来，而他本人是不知道的，因为潜意识并不受意识的控制。自杀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痛苦的经历，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不堪回首。
谢谢。曹大夫，这能算是病吗？严格的说，这算心理方面的疾病。从刚才的表现来看，和以前的脑功能受伤不一样，除了忘掉了这段往事，其他一切都很正常，包括语言、思维和行动。哎，能治好吗？心理方面的疾病就很难预测。也许全忘了会更好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最好不要跟他提自杀的事情，至少短时间内不要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会给他造成强烈的混乱和困扰。他的记忆力刚刚恢复，神经系统也很脆弱，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。可是他以为他只睡了一夜，这么长时间怎么解释啊？就说他昏迷了很长时间，说得越含糊越好。我看今天就不要送他去医院了，让他好好睡一觉，绝不能让他再受任何刺激了。哎呀，糟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能让他和天天单独在一起啊，万一孩子说出去什么。节奏吗？来来来，过来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怕什么？她是你妈。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这孩子。现在在干什么呢？没敢进去，从门缝里看，他好像在收拾东西。哎呀，糟了，他还是要走。曹大夫，可不能让他走啊！他要去哪儿？有问题就在这儿，他没地方可去呀。我跟他谈谈，如果他的记忆真的停留在自杀那天，你们要把那天发生的事情尽可能详细的告诉我。怎么？往事不堪回首，我要是也能像他那样把那天的事儿都忘了就好了。我永远也忘不掉他那天下车时的表情。进来。这是干什么？要搬家呀，顾伯母，你是找我呢，还是找夏仲林啊？当然是找你。找我？你找我什么事情？我和你儿子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知道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也有不对的。这件事情早就已经过去了，没有必要再提了。其实我找你也不是为这件事，我是为了你的病。还记得吗？我是医生。我知道。有件事你并不知道，你昏迷了不止一天。啊，我知道。如果这点报纸是今天的话，我已经昏迷了一个多月。既然你知道昏迷这么长时间，为什么不问问你得的什么病？何必要问呢？你们要是肯说的话，早就告诉我了。再说了，我不管得了什么病，反正现在已经好了，而且我的感觉一切都很正常。头也不晕了，而且我的肚子还有点饿。你想吃点什么？嗯，真香。你的手艺不错嘛。这是我在日本料理店
跟老板学的。想起点什么了？我听说你是在日本料理店昏倒的。哦，可能是吧。你是怎么昏倒的吗？肯定是累的。啊，这味道真不错，要再放点芝麻就成韩国料理了。老蒋，帮我开下门。好的。徐总，哎，去拿几个碗来。好的，大家一起吃。哎，来来来，大家一块儿吃，我也饿了。周林，哎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。说吧，只要你不走，什么事都好商量。我想搬到客房去住。不行啊，你要搬也得我搬吧。怎么，什么都要听你的吗？不是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想听。其实我根本没有必要征求你的意见，这也是我的家。你慢慢吃吧，洗澡，哎，跟我到客房去。还是我陪你去。这已经好久没人住了，你看到处都是土啊。你呀，还是留在卧室吧。我反正这些天睡书房已经习惯了，好吧？挺好的，徐嫂。哎，你拿一套干净的床单和枕套来吧，我今晚就搬到这儿来住。啊，好，啊，我先把土擦一擦，好吗？大清在吗？在，有事吗？你力气大，把我的梳妆台搬过来吧。行啊，现在就搬吧。哎，等一下。既然要把梳妆台搬过来，那为什么不连那张大床一块搬过来算了？为什么？那你不是一直最喜欢的吗？我就是因为讨厌那张大床才要搬的，就像讨厌过去的自己。夏先生，天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，明天上午我们在医院见。哎，好，我送你。好。曹大夫，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，就是安慧她的一句话，她为什么会说她讨厌过去的自己呢？我也想跟你说这件事，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她不太像过去的安慧。是啊，我也有这种感觉，她现在不论看谁，眼神都是冷冰冰的。没错，她一看我就害怕。你们俩怎么都进来了？她在干什么？不知道。收拾完了，就把我们都轰出来了。按照刚才你们说的情况，他恨你们是可以理解的。那可是他的表达方式跟过去也不一样了。你像过去，不管他生气也好，还是高兴，他都挂在脸上，心里想什么事儿绝对藏不住，一定说出来呀。哎，他对天天的态度也变了。过去只要看到天天哭，早急得抱在怀里哄了。是啊，也不会留在家里。过去大兄弟怎么留都留不住。还有曹大夫。我想请问你啊，人受了这么大的刺激以后，是不是连性格都会改变呢？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不管他干什么，尽可能顺着他，避免情绪上的波动。嗯，那好办，我只要把他当成病人一样在家伺候他就行了嘛。董事长，他不知道我辞职，让我明天一早来接他。嗯，没关系，我告诉他吧。可是我已经答应他了。什么意思？啊。嗯，我出车刚回来，正好休息两天。如果您愿意的话，那要是你愿意的话，我当然愿意了。
怎么还没睡呢？下面的经销商需要材料，我得赶出来给人家呢。跟老板请个假，过两天就该结婚了。妈，我要不是为了要结婚，早就辞职了，还受这种罪啊？妈，你闻闻看这瓶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原始野性的味道？嗯，怎么样？妈妈在医院待了几十年，闻什么都是消毒水味儿。这没劲，怎么这么说话？这很贵的。佳佳睡了吗？睡了，试了一天婚纱，累死她了。我有事找你。妈，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。那件事情啊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跟佳佳都说好了，我们不去教堂了，改饭店，怎么样？我说的不是这件事。哦，钱啊，千万没够用啊。妈，我为什么非要卖香水不可呢？那是因为卖香水除了工资之外还可以提成，只要超过定额我就可以多拿10%。哎呀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这两年啊我要好好的干，凭我的实力这两年一定可以攒了不少的钱，到时候啊我就有钱可以投资自个儿的事业了。哎，你知道娶个老婆不容易啊，尤其娶个阔小姐当老婆那更不容易了。真难为你了。不，妈，是我太没出息了，一想到佳佳为了我连家都不要了，我心里头就发沉。我已经对不起安徽了，绝对不能让佳佳再受点委屈。妈理解你，可你要爱惜身体呀。哎呀，妈，你放心好了，人家说45出山虎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我都还没有下山呢，是不是？啊？哦，对了，你刚说有什么事要跟我说？没什么，以后再说吧。